家好，我是飞云，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 Bridgeland 的样板房。 Bridgeland 是 Cyprus 最大的社区，配套设施高端的社区，也是公立学区最好的社区之一。 Bridgeland 的周边的设施配套非常齐全，无论是生活、购物、餐饮都非常方便，离九九高速开车只要5分钟，离中国城开车大约35分钟左右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样板房是由著名的建筑商 Highland 打造的。 Highland 这个建商也是特别受我们华人青睐的一个建商之一。今天的这个样板间呢，建筑面积是2262尺，2层，4房，3卫，售价呢是48万起。现在呢有一部分的现房，正在建的现房可以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套房子呢有2个卧室在1楼，如果家里有需要和老人一起住的话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来看房了。进门的右手边是上到2楼的楼梯，然后楼梯的这个后面呢是洗衣房，然后另外一扇门是通向车库的，当然它现在是办公室哈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我们有讲这个1楼哈，它是有2个卧室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卧室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卧室。那这边呢有一个全卫，那这间房子呢就和这个客人共享一个卫生间。进来，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。这边就是主餐厅，餐厅再过来就是客厅。这里是他的主卧，主卧的卫生间是双开门，浴缸，男女主人的洗手台是分开的。马桶间，这个马桶间它没有门，然后这个是淋浴房。衣帽间倒不是特别大。看看2楼，一上来呢是一个游戏厅，我们现在进到的是第一个卧室，这边是卫生间和马桶间。第二个卧室，楼上就2个卧室和一个游戏厅。然后这里可以站，这里可以看到下面的这种感觉。
特别亮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后院。有带顶的露棚，那这个辣子它比较大啊，可能我们去买这个 inventory 这个现建好的房，或者是说选地建的话，它的尺寸有不一样的，从这个5000尺到12000尺都不等。好了，今天这套房子就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这个户型感兴趣，或者对休斯顿的房产感兴趣的话，请给我留言。咱们下期视频见。